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动画是《跨越远洋的旅程》木灵魂的去向。哦，这个木油鸭升华二，升华二的这个动画示范，基本上又是共生了，共生就是全体变成就对了。掉，有没有复活呢？没有复活，那我再全体攻击一波就可以带走了。哎呀，真是可惜，那一刻我想省下来。好像想要省到下一关用啊，好，无所谓啦，反正关卡通关蛮简单的。哦，这边是共生，哦，就是一样，就是做全体攻击就对了。哎呀，他给我做单体，那肯定不是打左边的，一定是打右边这一只。哦，这样算血量的话，也是 OK 啦。自己算血量，好，非常好，一个天将，两下他一定不会死的，这些设计过了。好，等一下再一个全体就可以两只都带走，所以现在就是随便消。差一颗。除压，棒！好，两只带走，非常好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好，也非常简单的这个是升华二。好，以上是这个木油鸭升华二的通关示范，给大家参考。接下来为大家示范是升华三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